电视剧《太古神王》是天悦东方云南金彩出品，是由盛一伦、王子文、向佐领衔主演的东方传奇剧。该剧改编自静无痕的同名网络小说，讲述太古时期翼王朝秦氏家族养子秦问天历经巨变后立誓重整一国，抵御魔族入侵的热血励志故事。该剧于2020年8月27日在优酷视频播出。这是一部玄幻剧，这部剧是由我们大家都认识的演员主演，王子文长相甜美，古装造型也不错，喜欢玄幻剧的朋友可以去看。人前笑语，那是虚拟，背后藏刀。